大家好，我来自安徽省黄梅戏剧院，我叫周媛媛。周媛媛，国家一级演员，她多年来坚持对艺术的信仰和追求，在常年的艺术实践和磨练中，先后成功地塑造了多部影视和舞台剧及其他艺术形式的艺术创作。她扮相俏丽，嗓音清亮，唱腔优美动听。今天由我教唱的是天鸢配选段《天宫岁月太凄清》，董郎昏迷在荒郊和神仙岁月我不爱这三段。在叫上之前，先欣赏天鸢配选段《天宫岁月太凄清》这段舞台上的表演。天宫岁月太凄清，选段《天宫岁月太凄清》这一段主要表现了七仙女寂寞无奈的心情，对人间美好生活的向往。刚才大家听了这一段，前面这两句呢，这两句的唱段呢，要把这种七仙女的这种寂寞无奈的心情给表现出来。中间这一部分呢，她想起大姐常说人间好，我有心偷把人间看，就是那种对那种向往，哎呀我下去了以后，哎呀这个人间是多么的美好，哎呀它男耕女织，要比天宫要热闹多了，就是那种我一定要下到人间去，就是坚定了他的信心。所以这个后面这个呢，就是说要把这种特别激动的心情给唱出来，前面把他那种意境给唱出来，而且他这个节奏总的来讲是比较慢的，慢的时候呢气息更要给他拖好，要不然他就一不拖好，你肯定就是说这个音肯定就颤颤抖抖，颤颤抖抖，就会要唱的时候，我可能现在给大家示范一下啊，就是天宫岁月太凄清，朝朝暮暮诉心云。你有一直是在保持那个位置在唱，如果说你要是一唱，如果说你位置而不对，或者是气息要是可能要是不是很均匀的吐出来，可能就是天宫
就会颤抖，马上就会气息不稳，马上就颤抖，你肯定自己都唱不下去或者走音。所以就在这个气息上面一定要把它很均匀的给它吐出来，而且这个意境给它唱出来，就前面两句掌握这个，后面大街唱是人间好，难跟你只度光阴，这就把那种精气神给它唱出来。你突然想大姐的时候眼睛都一亮，就这种感觉，所以就下定了他的决心要到人间去，就把这两个部分呢给他掌握好就可以了，气息掌握好我觉得就可以。而且天宫岁月那个叫偷气苏心，你看我好像没有，其实没有心，但其实我是偷气了，心应云，稍稍的给他偷一口气，但你不要熟悉，一换气你肯定就把这种意境就破坏掉了，所以在这上面大家再注意一点就可以了。哎，这段唱段我基本上讲完了，下面呢我再示范一下这段唱段。在交唱第二段之前呢，先欣赏一下天仙配选段董郎昏迷在荒郊这个片段。
配选段《董郎昏迷在荒郊》，主要是说七仙女被捉拿上天，董永昏迷在地，七仙女悲痛欲绝唱的这段唱段。我觉得这一段呢，主要要把握好，特别前面起唱的时候，这两句爆发力要出来。他那种撕心裂肺的，七仙女她已经捉拿回天，董永已经在地下了，昏迷在地了，这时候他那种撕心裂肺的，觉得哈，你如果说董郎再去阻拦，他肯定就碎尸万段了。所以这个就完全是一种他要保护董永，所以就看到这董永昏迷在地，一定要把这种撕心裂肺的心情给唱出来。所以我觉得前面那种冲击力要特别大，所以我现在给大家示范一下。董郎昏迷在荒郊，哭得妻女泪如涛。这个就是在唱这一段的时候，就是哭得妻女泪如涛，就是可能是哭的用那种哭腔，你们平时不是那种老是哭泣的那种，那种哭泣的声音吗？就是哭的呀，哭的妻女泪如这种可能更那个一些，就不会压喉头啊，这种感觉就会舒服一些。中间部分呢，就稍微平稳点，那叙说型的是吧？到那个血泪写下飞赴雨流雨东郎心来瞧，来年春暖花开日，花影树下东郎赴。你看我这种感觉怎么办呢？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，头就这种，就可能你就不见得非要唱要把它拖得很长，也可以哪怕没有声音也可以这样去处理。这种处理你们自己就可以掌握一下，也许你们可以也可以唱着，也可以就小声唱，也大家也会觉得这很好听。因为他这种人家一看你的表演，人家觉得哦，你这地方就是把他这个声音可能省略掉，就是为了这地方要轻一点，大家都能看得出来的，就你心里是怎么去把他潜台词给他唱出来。你哪怕这个声音与重音唱，它是一种感情，轻的时候呢，可能大家也会觉得哎，这轻的也很好听。而且在八字来叫八字叫，把的时候一定要先出情再出声。还有就是不怕你天鬼重重火车散，我与你天上人间心意跳，这地方要坚定他的信心。所以就是几个层次把它要捋一下。所以刚才我讲了一个爆发力，中间的时候要平稍微叙说型的，完了以后到了八字来教的时候要把它再进一步，到了最后坚定他的信心，咬字一定要清楚，把握这几就可以了。第二段我基本上讲完了，下面呢我再为大家再示范一下。
在叫唱第三段之前，先欣赏天仙配选段《神仙岁月我不爱》舞台上的表演。神仙选段《神仙岁月我不爱》，这段主要是说七仙女在大姐的相助之下来到人间与董永相会，所以唱这段唱腔是非常兴奋欢快的，所以呢心情要激动一点，唱的时候要口语化生活化，主要就是我觉得出场的那个地方，因为他人还没出来就先听到声音了，所以这前面两句是开头是非常重要的，而且开头的时候情绪一定要特别兴奋，所以我现在示范一下啊。神仙岁月我不爱，声音很靠前对吧，他声音出来就很，就要把他声音很亮丽的那种那一面给他唱出来。到中间，乘风驾云下凡来，飘飘荡荡过自在，人间景色神妖台，万紫千红花似锦，岂止垂柳一阔怀。在这个地方就是七仙女，他对什么事情都非常新鲜，觉得来到人间哎呀特别的开心，所以掌握的欢快俏皮一点，而且口语化一点，这样子唱出来，因为黄梅戏它本来就是很生活化，唱这一段的时候就欢快俏皮，掌握这个就可以了。而且我觉得大家可能要注意的就是晨昏配这三个字，如果唱不好可能这个高音可能就上不去，所以这个地方我再示范一下，你们再听一下啊。我若一动一沉沉魂配，这个后牙根要抬起，配的时候气要往下沉，后牙根抬起配，换一口气，就这样容易嗓子不容易破，而且有的地方呢像万紫千红花似锦，几枝稍微弱一点，几枝垂柳一阔怀，这样就把它弱，前面弱一点后面再强一点，就是个对比，这再把它掌握一下，就是要把那个小弯啊要注意拐得自如一点，哎，就是拐自如点，这个自如点呢就可能要多训练训练，哎，多练一练，哎，多听一听就可以了，哎，总体的把握就是前面兴奋是吧，中间的时候稍微欢快一点，完了俏皮一点，完了就是到晨昏配的时候牙根打起抬起，完了气下沉，所以把握好这几点我觉得就可以了。第三段基本上讲完了，下面呢我再示范一下。
天学的唱段，大家还有什么要问的问题吗？周老师您好，提问一个问题，就是七仙女中唱的一句，大姐常说人间好，男耕女织度光阴，这一句呢，她的人物的感情是怎样的？是代表了她的高兴呢，羡慕呢，还是代表着对自己的这个淡淡的哀愁？这两句我认为还是向往，对人间美好生活的向往。前面就是两句，天公岁月太凄清，朝朝暮暮度光阴，好像还是有种寂寞无奈，有一些哀愁，我是这样认为的。好，谢谢。还有什么问题要问的？周老师您好，我想跟你请教一个问题，就是成婚配这三个字啊，容易唱破音，类似这种情况，我们业余爱好者应该怎么去处理呢？那我认为哈，这一句气息要下沉，就是成婚配，就是你这个上颚一样打上，就是气下沉，但是位置是在上面，配换口气，再上去。还有什么问题要问的？我听你的嗓音特别优美，尤其是那个高音一点都不费劲儿。能教一个方法，就是说高音和低音结合的时候不要出现哼唧，咱们都想学一学。要掌握好他这种科学的唱法的，因为他如果一场戏下来就非常吃力，是吧？但是如果你掌握好这种方法以后，你就会感觉很自如，所以这个还是下去要好好训练一下。那我明白了，要多听多练。哎，我现在讲可能你体会不了，但下去以后你要去多领悟它，多自己去体会。哎呀，我唱这一句的时候，我就想怎么去唱，一直唱到你自己感觉唱得很舒服，气息也非常舒服，按这种正常的呼吸去唱，不要憋气，不要把自己唱的都不知道怎么把气都憋得受不了，就是让自己很放松的状态去唱它，而且嗓子呢就是越唱会越好，就是一定要把它打开。谢谢。哎，现场起立，我们一起合唱《神仙岁月我不爱》。Oh,